呢度咧就系狮子山顶啊，咁咧大家见到咧就呢度都好多人啦吓，咁我哋睇到咧就一啲石头啦，咁睇到成个即系香港咧，睇到青马大桥，但系好蒙啊，咁今日咧就有啲烟雾啊，咁所以咧就睇唔清啊。其实我哋人生有阵时咧就系睇得模糊不清啊吓。咁香港嘅前途咧可能都系模糊不清，但系我哋咧就继续啊，五光十色啊，食粒朱古力，五光十色，香港人真出色啊！今日咧我哋就系五光十色，狮子山抗疫和你登啊！咁咧就睇到成个香港，咁未有五光十色，未有灯光啊，但系咧我哋都嚟到呢度嘅气势啊，有一种嘅诗嘅境界吓，诗嘅境界吓。抗疫啊，抗疫啊！我哋要抗疫啊！诗篇91篇，佢话四个不怕，四个不怕和你啲不怕黑夜嘅惊骇，不怕白日嘅飞箭，不怕夜间嘅瘟疫啊，不怕白日嘅病毒啊！咁所以咧，我哋都系无畏无惧，无畏无惧，狮子山精神。